来，你先我发啦，你先我发啦。啊，收了没啊？才几页？来，收回。我不要伊了，我挂机了。来，你先要来土豆下包皮的。土豆下包皮的话，对不对？来，今仔干到你买买，今仔干到你买来。你也大杯帽。你先叫干面无？来，你不要抓包，下加你一定爱皮节做花样，我兄弟。 来，到后面吃月亮花枝虾饼，当然真正了。一块鲍鱼，两块鱼啊是，一块鲍鱼两块鱼啊是。我明仔日该三百块，伊迄个新价钱的两百了，别看到是我两百块。喏，这个豆沙糖可以。那两百块上面吃一包麻辣哦，嘿嘿，嘿嘿，老。两包上面吃两百块。有人要吃迄个月亮虾饼的无？甲连好甲七落好，两百了。两，来大谢谢啊，这样歹势，招呼不招，招呼不招，歹势啊。来，这个送你，这个你。 结果你来两包，两百只无？两百块。来，头前者啊！这个送你啦，无啦，四包啊，四包啊，好爽啊！来，后壁两个啊！无啊，两个啊！两包了，该买啥？这啊，这个先给啊！来，两包了。来，你后壁后壁。来，两包了。来，三个跟我结婚啊！三个啊！来，两包够两百只无？两百块，月亮花枝虾两包了。还是两包。来，两包够两百只月亮花枝虾饼好无？两百块。 拢有啊吼，谢谢。来拜拜。来，过来看要搁啥物物件，来，我这简单的你买买就好了。迄柠檬脆小的，你敢可以去一个三杯？哦，当然处理干嘞。你要啥？三杯。来，新产品甲其他杯啊，咱来其他的物件啊。来，你买啥物事？我你甲我讲。来，三杯计第一名个。 这塔香三杯鸡，这我甲你现货嘞，你食看嘛，三人分台湾鸡腿包落做，一包鸡啊，我两包五百，唔免五百，相信我，三百了。来，三百好几啊？用我烧炉啊，够人要食塔香三杯鸡无？来，边啊，我两个够我一份三个啊。三百好，够人要食三杯鸡啥包？三个啊，三百够人要食三杯鸡啊无？有啊啦吼，够人收起。够人要食柠檬式小腿，这个产品真可能人家袂记啊，柠檬式小腿内底拢鸡腿了。 有甲你加柠檬用我烧炉啊！这一包才几只，十五只，一包几啊？无两包五百，唔免五百，免四百，先加一个两百咯。有人要食柠檬式小腿？太平啊！两个啊！有人要食柠檬式小腿无？两百块。哎呀，歹势哦！够人要食柠檬式小腿无？啊，这是几包？加几包？你试一下看嘛，一百咯。来，你无买，要一百块试一下看嘛。有人要试一下无？一百块。来，边啊有啊？来，我来咯。来，一百块，有人要试一下，一百块。啊，一百块一个哇！一百块要试一下无？一百块。 柠檬式小腿一百，有啊，都有了哈，好啦，谢谢。来，过来买啥物物件？来，这种我先甲杀掉。这兔兔的下巴，土兔下巴，这给咱煎好啊，来先给钱，先给三百好啊。有人要食土兔下巴无？三百块。沙巴这有人要食，这规条拢百零吼啦。来，你明天啊？先这个落啊，三百收钱啊。 来三百，上面只三百块，多出来下嘛，这一尾一袋尔，三百块了。来三百块，上面只土豆下巴三百。来三百块，这真正那个出一块了。来收两个啊！来三百，上面只土豆下巴无三百块。来三百，收三十五。来收三个啊！八个人客，来三百。来九个人客，来十个人客三百了。来走啊！来几块收几个？三个啊！ 来，三百，再搁送你一台，头一台，这几条拢百俩，拖出来下啊咯。来，三百块，再搁送你三百块，要下无？三百块，要食拖出来下包无？三百块。来，来，是个想法帮我标。来，三百块，来要食三百。头先我跟你讲吼，我三百要加一个人，是啊，我要加一个人，你听我讲哦，这阿姊啊，昨日买公司搞，这买足济啊，今日既然要走来捧场，我甘心的啦。
好、哦，来，我再搁送你烤土锅烧啊，来再过你啊，来三百个要吃啊，你等一下要讲一包要偌济啊？三百个要来无？三百块。小慧对，小慧你也走来吃啊，三百个要来无？三百块。来三个鱼啊！诶、欸，我再搁送你，好无？你吃看，搁一个人加三百，真正加足济，这规个拢百尔，整块都是土托肉。来三百个一个人加要无？三百块。有人要吃土托下巴的，你来看，这偌水啊！你看，这骨你好小啊！好、哦，来三百个要来，搁一个落啊，三百块。来，专收三个啊！你想我真正无想要闹啊！十四个啊！闹是八人平摊。专收四个啊！你有加钱，我惊你冰箱冰袂落呢。你若冰会落，你冰起。三百个要吃无？三百。这若无三斤退钱，规道拢我送恁啦。来，再过你啦。唔捌吃咸的啦，唔捌吃咸的啦，规地拢我恁啦。来，三百个要来无？三百块。多少钱啊？买只。情况啊，唔捌吃满的啦，来。专收收四个，大杯无？三百。真正好。来五个啊！我等下你叫我提出去提。四个，来五个，老两个，来，五个。来，等下你先提我去，打包我先去。来这边提钱嘛，兄弟。这个两万三万三万四啊。这无在骨头啊，我讲真的。你也至少十二块边。来这边提钱嘛，兄弟，收的。最后搁一个三，搁最后搁两个三万三万四啊。你喜欢买啥？买啥？无，买啥？不要，不要。沙发够两块嘛？好来，来五斤给你。沙发我就最后一个了，我嘛三百块，最后一个三百块。来沙发，掏钱，掏钱。好，好，一千八。几多的嘛？来着。十二个去咯，十二个。好啊，我你也无啊。来。啊，靠！要买一波起的，好，不要这边。这边我们卖给后面的。啊，好啦，讲笑啦，开玩笑你啦，讲你叫你啊，你是要来讲飞啦，系啦。来，有人要吃这无？两百，卡拉脆鸡条，这鸡腿吧？这都用这两钱的就好吃啊，好，这样给一包鸡啊，给两包五百。一包鱼要给两包五百，来，你要吃鸡腿吧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你先给钱来两包块。有人要吃卡拉脆鸡条无？两百块。这鸡腿包好吃哦，两包，人要吃鸡腿的无？两百块。卡拉脆鸡条，人要吃无？两包了。来，我来讲啊，这就是早餐店，你吃一支卡拉鸡腿，爱甲你做甲咱咸酥鸡，成系咧。我唔免让你加三百鸡啊，我拢唔免，这两包送你，这两包。你肯定用这两钱的规定拢包尔，五个人加四包，先加钱的先赢啊，两包了。来，人要吃鸡腿，两百块。来，我来两个啊，来两包。来两个。来两包，上面写两百块了。来两个啊！来个，两个吃烤拉脆鸡条，两包。来掏钱提钱的，来只三个啊，掏钱好不好？来只。这样这样，一个两包，上面写无啊？提哦。是我平常。来，你妈买过一百块鸡条吗？妈。来，边啊我，边啊我。一百啊。一百块，两个吃哦，剩这两包一百块。来，迄迄红心。掏钱，我坐一百遐，一边啊，我底啊只。来一百，来收钱。来，有人要吃鸡腿的无？一千个。哎，我先介绍这只鸡啊，这只鸡的好卤啦。来啊，你又不好吃嘞，搞咩啊？先来啊。来一千个。来，不好意思，这两个是自动烤水鸡胸的哦。来，阿里这个墨西哥烤饭鸡，汤碗烧了好啊，半只鸡啊，外口含299剩三百，三百加三百，三百。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。这两只鸡啊，唔免600，唔免500，啊，全部5个人客。墨西哥烤饭鸡五个价钱，新价钱的200了。有人要吃墨西哥烤饭鸡无？200块，200了啊，200块人要吃无？鸡啊，200了。这你每趟无买这只鸡啊，真正要求好食。这全熟的，你用我烧了好啊，100了，来100块了，100，来100上面吃100，有人要吃？100我头前啊，100块，来100我。来钱啊！一百块，墨西哥搞饭机一包。来两个，来三个，来几个啊？墨西哥搞饭机，好，好几个啊？一百块，来三个啊？包要几个？包一百块，来多少片？来只三个啊，我先三个啊。来，来只，来掏钱提钱耶，冇问题，来只，来后边啊。叫你唔好笑。来，你若要食虾啊，甲我讲虾啊，佫有啊。来只，你开两三包去。好来啊。有人要食这无？意式香草的鸡腿，这内底变一个卤大鸡哦，这内底冲着一支骨，后礼拜起来另外，这一支韩国鸡要我两支五包，来我来讲，要吃意式香草的鸡腿三百块了，有人要吃鸡腿也无300块，
我两边食鸡腿有无？三百块，我三百块。意式香肠鸡腿，看我们吃三百。三百，两边食鸡腿有无？三百块咯。来三百块，两边食鸡腿也三百。来，来走下，我坐下。下来，咱们这边。我两边食鸡腿有无？三百块咯。屁股上，就这个开钱，这屁股里，这屁股里啊，屁股里啊，这屁股里啊，这屁股里啊，拢无过来啦，拢无过来啦，来啊，五个人加搞起来，三百上面吃意式香肠鸡腿，有人要吃鸡腿啊，三百块，三百到人要吃鸡腿也三百，来我来讲，我加一支要送你，来啊。全部就四个人计五支给你，我拢卖四支啊，加一支给你啊。来三包，上面一个意式香肠，给你三包，人要来无？来收个。